好，所以五點半啊。今日有多數人睇九點半，快啲快啲做曬。因為我做曬都要放工啊。蘇神，你等我啊！人生最開心莫過於此。老細叫你今日我做曬佢，聽日我。做曬佢，五點半啊，仲要做工。Susan， 我都係同你有緣無分啊，仲有咁多嘢做啊，不如由我代你陪 Susan 睇戲啦。拜拜。做做做做乜都做，你们就后悔了，看了这个 video 一定要来，一定。